市环保局为了推广环保及低碳永续的理念，连续七年推动里环境认证计划，希望从各里的干净延伸到各区整体环境的整洁。而今年有436个里获得了五星级认证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也亲自颁奖，感谢各里对环境维护的努力。志工手拿扫把，认真维护环境整洁，连续七年获得五星认证。新店区吉乡里把环境保护人人有责的观念落实生活，将资源回收物分类彩绘墙面，更义卖旧物，减少浪费。变卖的钱呢，我们都捐给我们附近的国小，还有更新医院。还有一些我们的华山基金会等等。超卡哇伊的 Q 版土地公大型公仔是三重区福安里地标，福安里连续六年获得五星认证好成绩。他们种植上千株绿色植物，美化环境，也在公园设置雨水铺满，达到回收再利用。设立的一个叫大型的一个透水铺面，增加环境美化，另外也有保水功能。五谷区五谷里成一泉。新北市大家长侯友宜亲自颁奖表扬，感谢每一个里为了环境整洁付出心力，让新北市交出亮眼的环保成绩单。这一次总共有648个里能够得奖，不管五星、四星跟三星，他们的表现都非常非常的杰出。每个里为环保尽一份心力，集结成大力量，延伸到整个新北市，让环境品质提升到更高层次。记者梁家伟、张世奎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